他们比赛是什么时候呀？最近的一场比赛的话，就礼拜天，他们每周的频次是怎么样的呀？一周差不多有三场左右的。哦，一周是三场左右。来喽来喽，我看了一下，过去四十分钟吧，大概。嗯，如果不堵车的话。现在可能有点堵，差不多51分钟，刚才看了一下，有点堵。嗯。嗯，还有200米。那他说周三安装是安不了，对吧？要还要等。我明天晚上就走了哈，等不到26号上午。走吧。这边去吧。没事吧？妈，转过来了。一点有点不合适，明天白天时间就全部浪费了。嗯，座位需要帮您调一下吗？欧姐会影响你吗？不会。你可以往后再靠一点。哦，没关系，这样可以了，放得下了。万科公园5号2期。对。那他们现在是在直播吗？还是什么？还没有，就是要等到我们快到了的时候。他们每天是什么时候播呀？他们现在选手现在吗？对。选手现在没有固定的直播时间哈。对，一般他们可能就是休赛，就是没有比赛的话，他们可能也会偶尔看一下哈。谢谢 Prodigal 的飞机，谢谢 Prodigal 的飞机。成都 KZ 是干嘛的？是 CF 的那个俱乐部啊。Yes, yes. 赶紧去查一下，赶紧去查一下。我觉得第二个和第三个好看一点，我觉得第一个不太好看。那就一点嘛，那就一点嘛。哈，是 CF 的 KZ， 他们说以为是339的那个 Live House 呢，不是，不是，是人家俱乐部。我标题是去成都 KZ 探营，请问如果是那个 Live House， 我去探什么营啊？那叫什么营啊？啊？那我大白天去人家那里探营，给你们看白天就是没有灯光的时候 Live House 是什么样吗？
合适合适。怎么一一就禁言了？因为他刷了很多个，因为他刷了很多，他刷屏了。我好一九年啊，你是说我现在有回归了一九年的吗？还好吧，也没有吧。哎，我头发真的好打结啊，我真的要去把它剪了。我今天抹了好多精油才稍微顺一点，然后今天洗头之前我梳了半天，掉了很多头发，不是脱发的那种掉，是断发，就用梳子梳，然后梳了一地。罗浩 LSNYF 十七修微微，啊，都认得是吧？那行，那这样吧，今天就交给你们了。今天到时候，我看到他们了，就是你们弹幕就刷。那脱发又怎么了？不给说，但不是啊，是断发呀。什么时候剪短发？四月份吧，四月初吧。而且你看这个颜色又开始分层了。我现在在东门上，但我们现在要去南门，我们去他们俱乐部。哎，现在是线下打吗？对，现在在线下。线下都在成都打呀？对。是不是就是那个 VSPN 那里啊？哦，就是那个大慈寺那，不是吗？邓明谷，反正是不是大慈寺边上，我也不知道。不是春熙路那儿吗？不是，哦，在天府长岛那边是。对，在那个虎口区那里。嗯。他们不会都特别的害羞，特别的斯文吧？嗯，他们不会都特别的害羞吧？腼腆，有可能，比较腼腆。没事，就嗯，选手基本上都这样的。看一下，我看一看，我看他还可以的嘛，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害羞那种。拍摄的时候看上去好开心，对啊，但是不知道见到你之后会不会害羞什么的。他哪里人啊？欲练此功，必先。喂。哪里人？我来问一下。看起来他还挺高的。是很高，又高又壮。我马上要季后赛了。
哦，意思是还给我准备了礼物是吧？哎呀，这坏了呀！那岂不是我都知道他们买啥了？他派了谁跟谁去的呀？我们两个后期。嗯，我以为也是队员的。不是 ，YF 看起来好像特种兵啊！真的，他好像特种兵啊，就是很魁梧。他本人也这样吗？真的坏了，我跟他一起，我就像小熊安妮。你会显得很小。啊，对，但我今天穿了我的战靴，应该不至于那么小。他好魁梧啊，你们去他们官博看，他好魁梧，真的很像那种练家子。我上去我就在，还要给我反手给我背摔到地上去了。我是小熊还是安妮？我肯定是安妮，他当那个小熊，他变大的小熊。哎，但确实啊，他拍照子和他视频感觉不一样，我感觉他视频放得开的多。哎呦，我看一下封面。对，得有人能跟他聊开。嗯，带着他。他哪里人呀？福建福哦，福州的呀。这去年去过福，前年去过福州。穿上战靴，估计跟他一边搞了，不可能。YF 外号黑熊，狙击手，巨社恐，真的假的？他社恐啊？我看他刚拍，我刚看他拍那视频，一点都不社恐啊。我看他挺给劲的。哎，那等会儿他是用手机播还是用电脑播啊？应该是电脑。他用电脑怎么播呀？那我们就在那儿当在前面。嗯，他就到时候他那个房间，他电脑上面摆了个摄像头。嗯，那他这个机位也太固定了。那到时候后面不是还要你们还想拍一个那个吗？那个视频吗？那视频也是直播着拍吗？不是不是，那就直播之后吧。哦，那不是他那边直播就播一会儿会儿。对，闪现搞闪现是吧？有上头的，你们都看他直播的吗？意思是播多久？我刚开播没多久，刚开播可能五分钟吧。那其他选手呢？其他选手就真的那我今天只跟他那个互动。对哦，前面他测试的直播哦哦，你们都去锁定了是吧 ？OK OK OK。没做过什么，我刚还在查资料呢。他打多久了？你说他打 CF 吗？对，今年差不多有五年了吧。我、哦、打这么久了，了狙击手，挺猛的。我知道他们是那个 CF 分部。可以介绍一下年龄，我看看。他们都多大？那我只需要看一下 YF， 看一下 YF， 钢枪节见证全能枪王，我觉得他眼神看着也挺犀利的呀，挺好的。啊，那岂不是 CFC 俱乐部基本上都在成都，因为要在线下打。对，哦、嗯，就有的俱乐部他可能运营都还没过来，但是队员都先。是去年大家都搬过来了。对。我还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邀请呢，我可以带 YF 做一个美少女战士转身吗？哎，他们今天。给我准备了一件美少女的衣服，他们本来给我准备了 cos 服，我说 cos 服没法穿，因为我以前 cos 过那个水冰月，那假发戴起来太那个了。YF 现役最强狙击手，我本来今天是准备拍视频的，本来是想拍个视频的，我觉得拍视频应该蛮有意思的，那最后还是就给大家直播吧。我觉得 YF 如果摆那个美少女的话，哎，应该挺给劲儿的。他那个身板儿应该别有一番风味哈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
我再看一看，我再看一看。LSN。谢谢 ADD 续费的钻粉，谢谢 ADD 的钻粉，哇，已经是592天了。什么 YF 很社恐，只会憨笑。我看他拍视频挺放得开的呀，我看他拍视频还可以啊，不至于哦。可能没事儿，就是你逼着他说话，他肯定还是会说。就是你一直跟他，一直跟他说。再看一下，我见了就知道了。行，看一下，现在一共那个 CFPL 有多少个战队啊？十个。现在你们常规赛还有多久？常规赛这周就结束了，26号就结束了。嗯，你们常规赛排第几？现在是排在第四。OK。哇，你们都好了解了。1米6的逼1米9的聊天吗？他有1米9啊。但我看出来他应该很高，我刚看的时候我觉得他还很高。伟伟，他挤着大高个。伟伟看起来年龄挺小的。啊，他小。00后。我看一下他具体年龄，就是他很小，但是他都已经有两个孩子了。啊？什么？然后他们那些粉丝也很喜欢他，就是他的孩子。哦，天哪！啊，大家的步调都走得好快啊。那他是你们队里面年龄最小的吗？他应该不是吧。伟伟，李思南。李思南是最老的。李思南是最大的。嗯。然后 YF 伟伟。伟伟是99年的，他们说。99的。常规赛快结束了，现在是西部第四。西部第四。怎么还分东西部啊你们？哦，那东部有几个战队啊？所有加起来就一共是，西部那边是不是国外战队？